现在是202411月5号夜间晚上21:37，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部团伙公开的残害，已有7年多，残害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我所拍摄的视频是记录我今天已经安装了，使用了几个小时后的，小米空气清洁机。因为这些年来，长达7年多来，贪官李全部团伙丧心病狂，灭绝人性，疯狂地对我投毒下药，投放不明气体。同时制造各种噪音的残害，每天晚上夜都会遭到，以及在我睡觉时都会遭到贪官李全部团伙对我投放的不明气体呛醒，残害到呼吸道严重损伤。这是记录此时此刻小米空气清洁机的数据数值，在此之后，我再被贪官李全部团伙投放不明气体所残害时，我在拍摄被残害时的数据属于科学数据。另外补充说明，我屋内放置了脚手架，其原因我将会在后续的视频中做以说明讲解。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贪官李全部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，隐形很多地方黑暗。现在是202411月6号深夜凌晨3:01，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部团伙公开的残害已有7年多，残害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此时此刻，上面显示14，正常是1或者是2，最多3。在开视频之前是18或者是20。在凌晨2点钟左右，我的屋内就开始有异样，并且贪官李全部团伙常用的病态做法就是制造和播放的噪音、污蔑或者是墙体咚咚的敲击声，还有闪现的狗叫声。我的房屋，这是里间是紧闭着房门，外间是客厅。门窗全部都是关闭的，贪官李全部团伙是无孔不入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在凌晨2点多一点，就又开始对我投毒下药，投放不明气体。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贪官李全部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，隐形很多地方黑暗。求求你救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求求你！救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现在是202411月6号凌晨5:16，我在家中被江苏省邳州市贪官李全部团伙公开的残害，已有7年多，残害从未停止，仍在继续。此时此刻，大家可以看到，PM 值00，现在是007了，006，反复，有时还会攀升。正常值是002，或者是偏高一格003，最多003，或者是001。现在持续的
居高不下。贪官李全不贪活，疯狂猖狂，丧心病狂，长年累月，长达7年多来，日复一日，全天24小时对我实施监控式的残害。此时此刻，贪官李全不贪活，对我投放不明气体。我的房屋外边还有客厅，全部都是关闭门窗。贪官李全不贪活，无孔不入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刚刚还砰砰的敲了我的客厅的门，声音很清晰，很容易听到。我被残害不是个例，贪官里全部团伙的存在根深蒂固，隐情很多，地方黑暗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。